四，所以你们只做什么？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再一次，一二，哎，第一步要踩出去，一二三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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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再一次，六七九。学习这个舞蹈来讲，对你来讲有困难度吗？有啊，每一题都很困难啦、啊。对，但是每次都有新的挑战，对不对？对。后面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前面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你鼓舞我、啊？感觉怎么样？他每次十七题的同学，直到对啊，我觉得你都是老元法国元老。感觉就是很难呐、啊。嗯哼，很不好学，因为属于动作是比较多一点。动作？对啊。差不多，每一题的。应该是越来越复杂，但是也是能够一次一次接受挑战这样子。对啊。五六七八一。是刘老师教的，我们有信心啊，会把它学得更好。